大家好，我是莲花酥啊，多谢。我妈还有六个月就90岁了，今天是第一次来同修。哇，欢迎你们！多谢师尊师母，各位上师法师，大家同门，你哋好。我哋喺加州 start 紧嚟嘅。我叫莲花以琴，多谢。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那请将麦克风传到虎边，虎边这边有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西庄师母你们、上师、法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莲花卫。莲花永霞，莲花卫童，我们是夫妻，第一次来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欢迎你们。师尊好，师母好，上师好，各位大家都好。那我叫莲花一雪，来自加州洛杉矶法创同学会。好，欢迎你。谢谢大家，谢谢师尊。师尊好，师母还有上师法师，各位大家好。我是从台湾台北市最新成立的道场叫靖王同学会。我是带领靖王同学会的同门。第一次，我是第三次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西雅图的样式，来跟师尊一起同修，他们都感到很高兴，也谢谢师尊，平常的教导，谢谢。欢迎你们。好，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世界各地的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堂主、各级弘法人员、同门善信大德来参加同修。同修南无准提佛母本尊法开始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法光加持，持上师心咒七遍：嗡噶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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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噶噜连声悉地吽。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唵瓦哆拉达诃诃吽，南无三曼多摩多兰唵多罗多罗帝韦娑哈。念招请咒：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啊吽
观想的你，回天心善应三百周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的你，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首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大准提佛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中共诸天圣灵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集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唵萨瓦达他嘎达依达摩咕噜那那免扎那干离离耶达耶密。做是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珍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是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持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持咒：嗡波利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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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利兰遮利。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真经》：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佛法藏佛，狮子吼神出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报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现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掌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树精进保守佛，下方上济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格林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实利菩萨，普贤菩萨，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真林臣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真林臣得，娑哈。
尼婆尼婆帝，求何求何帝，婆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成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何求何帝，婆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成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何求何帝，婆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成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何求何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成帝，娑哈。尼婆尼婆帝，求何求何帝，陀罗尼帝，尼诃那帝，毗尼尼帝，摩诃伽帝，尊林成帝，娑哈。共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喃帝，阿弥尼陀比伽喃哆，伽弥尼伽伽那，揭哆伽尼娑哈。所解根本传承上师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三光加倍。此根本传承上师新咒108遍，先做此念珠观相。此咒。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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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Om Guru Nien Shen Siddhi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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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节大准提佛母首印先观空念观空咒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o Hang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o Hang Om So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bhava Sutto Hang 观想大海上面万里无云晴空月轮从海上升起虚空月轮中有白色种子字准字放浅黄光月轮中准字旋转化为浅黄色的准提佛母三目十八倍的大佛母戴宝冠宝冠中有一化佛佛母背戴璎珞白色的天衣十八倍执多样法器顺时尊而下如意宝床莲花冠锁轮罗宝瓶波叶切宝幔根本印金刚杵钩乐府天妙果树珠智慧剑施无畏印根本印是双手共有十八手准提佛母身黄白色三目十八倍带化火宝冠庄严地出现在密宗行者对面空中而住观想准提佛母天心之眼放射一道极强烈的白光照冠行者天窍使自己的全身清净纯白观想准提佛母天心第三眼强烈的照射自己的天心第三眼处连续的极力观想
若欲得第三眼者，须观想到天心发麻。持准提佛母心咒108遍。持咒：嗡哲里哲里准提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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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哲里哲里准提梭哈。Om Jari Jari Jante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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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ri Jari Jante Soha Soha Om Jari Jari J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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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Om Jai Li Jai Li Jai T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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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i Li Jai Li Jai Te Soha坐九劫佛峰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o Lin Soham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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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ma Ye Soham Om Jari Juri Jun Te Soham Om Jambara Chalang Chala Ye Soham Om Ahom Beja Guru Pe 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e Ahu Sasamaha Lien Sen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 Zye Beka Zye Maha Beka Zye Laja三摩卡特雷索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光念大救难咒二十一遍，持咒：他吃查查拉，他吃罗罗尼，玛哈罗罗尼，阿南摩拉多拉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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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查查拉，他吃罗罗尼，玛哈罗罗尼阿那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查拉，他吃罗罗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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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哈罗罗尼阿那摩拉多拉梭哈。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齐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作总回向。
起手皈依娑婆地，敬礼佛母大尊体，起手皈依娑婆地，敬礼佛母大尊体。一心祈请大准提佛母，祈请佛母加持业障消除，接引幽冥众等往生清净佛国，祈请佛母加持同修众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道心坚固，逢凶化吉。祈请准提佛母万光偏照，让我们的福分资粮具足，让我们的所有的业障能够消除，让我们的智慧能够增长，让我们心中的光明能够照耀大千，祈请佛母加持一切凶事变为吉祥，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时皆吉祥，一切吉祥中之者，祈请本尊摄受上师加持，护法永在。祈请大准提佛母、七俱底佛母加持众等，所求能够如愿。大准提佛母勒令天罗神、在罗神、人罹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怨敌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迪查扎卓梅巴瓦苏多卡耶梅巴瓦苏普卡耶梅巴瓦阿那拉多梅巴瓦萨瓦西迪梅普拉雅查萨瓦伽玛苏查梅吉达摩西迪仁古罗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梅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贝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迪查扎卓梅巴瓦苏多卡耶梅巴瓦苏普卡耶梅巴瓦阿那拉多梅巴瓦萨瓦西迪梅普拉雅查萨瓦伽玛苏查梅吉达摩西迪仁古罗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梅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贝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
贝扎萨多天努巴迪查杰卓梅包瓦苏多卡耶梅包瓦苏普卡耶梅包瓦安诺拉多梅包瓦萨瓦西迪梅普拉亚查萨瓦伽玛苏塔梅吉达姆西迪仁古罗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塔嘎达贝扎玛梅门查贝兹包瓦玛哈萨玛亚萨多阿哄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啊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现在，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会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大准提佛母。 Om 哲利哲利准提梭哈， Om 哲利哲利准提梭哈， Om 哲利哲利准提梭哈。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的贵宾。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洲大使夫人九弟师姐，曾国忠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曾国忠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庄俊耀医师，黄美娟医师，香港黄志医师，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周恒医师，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多谢仔，唔该仔。谢谢大家晚上的光临。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See you tomorrow. 啊。Tomorrow have the tomorrow Sunday afternoon 3 o'clock have the fire offering 啊 ，fire offering in the Lumpo Leizang Temple。啊，今天我们是修这个准提佛母本尊。那么大家也常常听到我讲过，这个是我的一个皈依师父啊，普方上师的本尊。啊，他是准提佛母。那准提佛母呢，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系列。准提佛母是观世音菩萨的系列啊，刚刚好像电视上啊有显出来普方上师，这是普方上师啊，那电视上显出来的是普方上师。那这个，那么他的事我讲过，他是台北霞，台北霞准提寺，准提寺也就是总持寺，总持寺。因为啊，准提佛母的手印最特别，每一次要比手印以前一定比的是这个手印，所有的手印的第一个手印一定是这个手印啊，你们解手印啊，第一个手印一定是这个手印。那么这个手印呢，叫做总持印，总持印。这个密教有总持的意义在里面啊，这个不管你是 Tibetan Chi or 这个台密、中密、唐密，这个种种的密教啊，种种的密教，还有土密啊。什么是土密呢？就是本土的密宗。以前我们讲密宗啊，就讲 Tibetan Chi 啊，就是西藏的密宗，西藏的密宗。另外呢，传到中国的那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就称为唐密啊，唐朝的密宗称为唐密，就是金刚智、善无畏、不空这个三个这个天徒的和尚啊，密教来传到唐朝。那个时候叫做，应该讲起来，中原的密宗就叫中密，唐朝的密宗叫唐密，天台山的密宗叫这个台密，日本传到日本去的密宗，就空海大师传过去的，就是属于啊东密啊，东密。那么日本也有一个天台宗的密宗，是最成上人，最成上人到了天台山国清寺去学来的密宗，叫做在日本也叫天台密宗。还有一个是真言宗东密，是空海大师到了唐朝这个啊，现在的西安青龙寺去跟慧国老和尚学的，是属于东密。日本有两个密宗，一个是天台宗的密宗，一个是这个由唐密传过去的东密，是这样子分别的。
那么土密是本土的密宗，台湾本土的密宗叫土密，那是真活宗。那么这个印呢、啊，叫总持印，每总持的意思啊，是佛教一切佛法的总持，一切的佛法的总持，那么全部在这个印里面，在这个印里面，一切佛法的总持就在这个印里面。我觉得这个印呢、啊。它本身有一个秘密在里面、哦、有一个秘密。这个两个宗旨树立，好像是西明山、哦、好像是西明山。中间两个围呢，好像是一阴一阳啊，一阴一阳。这个手拨起来，好像是一个宇宙、哦、这个形象看起来就像一个宇宙。那宇宙呢，也就是总持，所有一切的佛法皆在总持之中。那么总持密教其实也是总持、啊、密教其实也叫做总持啊。那么普方上师那里呢，叫做总持四派，他有一个派别叫做总持四派。他所建的这个庙里面呢，全部都是准提佛母，所有的墙壁任何地方都是准提佛母啊。那是我早期皈依的一个师父啊，叫普方上师。那准提佛母很伟大，你可以以他为本尊，也可以以他为护法啊。他的力量很大，因为他有十八只手，那么十八只手所拿的法器什么都有，所以你可以依他为你的本尊，也可以依他啊为你的护法。所以修准提佛母本尊的不用问什么护法，因为准提佛母又是你的本尊，也是你的护法，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天在讲一个大圆满法的一段、哦、我如此解释金刚所菩萨，金刚所菩萨应该是一切如来的第一法王子，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菩提心，菩提心也就是一切如来秘密的真上主宰，正是执金刚秘密主的大权示现啊，大权示现。这一段的意思啊，可以讲刚刚我讲到总持啊，总持是密教里面呢、啊、他的祖师真正显现出来的是金刚萨埵啊，显现出来教法的是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我讲过，金刚所菩萨是代表着力量力法力。西藏密宗的三姑祖一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智慧的姑祖。你智慧要依靠文殊师利菩萨，叫做姑祖，依姑啊。那么慈悲呢，就是观世音菩萨，
它是代表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啊，他就是说他是你的慈悲的孤主。因为每一个修行人都一定要有慈悲，不慈悲的就不是修行人。啊，每一个人一定要有智慧，因为你必须要从你的这个智慧里面，从智慧里面才能够学习佛法。啊，佛法也就是智慧，啊，智慧也是佛法，所以你必须要学习到如来的智慧。所以智慧的依估是闻知识力，慈悲的依估是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位法力的依估，也就是金刚圣，金刚圣里面他的法产生出来的力量就是金刚手菩萨。这个就是我们密教的三依估啊，我们密教里面讲三依估，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第三个就是法力。那么这个法力啊，你增长了以后，你可以到达佛国净土，也可以直接成佛。那么第一个显现来教这个密法的就是金刚萨埵，他也有三个身，一个是金刚萨埵，一个是金刚心，一个是金刚手，这三个本来是合一的。那么金刚萨埵呢，我认为是代表的身体，代表着身体。那么金刚心就代表了菩提心，就代表了菩提心啊，密教的所谓菩提心，金刚心是不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一个佛性，就是金刚心。那第三个就是还是金刚手，金刚手就代表着由意念的修行、智慧的修行、慈悲的行止而产生的一种真上的那一种力量，就是金刚手。啊，大家现在可以意会到啊，什么是金刚手菩萨？应该是如一切如来的第一法王子，所有的佛的第一位法王子。因为金刚萨埵出现的时候就等于三尊都出现，龙树菩萨就是由这个到南天图开铁塔面见金刚萨埵，传金刚界跟胎场界的两部大法。所以他龙树菩萨等于开创密教的一个祖师啊，密教的一个祖师。那么出现的也就是金刚手先传法，金刚手、金刚心、金刚萨埵先传法。那么大圆满法也就是这个如来啊，先传给金刚手菩萨的，然后再传这个庆喜场啊，然后再传这个吉喜金刚，再传妙吉祥友，然后再传这个师利心哈，然后再传莲华生大士，然后再传这个以喜撮嘎跟
赤松德真王，就是这样子，大圆满法的传承就是这样子一直传下来。所以他应该是金刚手菩萨，也就是总持啊，这个总持，这个宇宙之间的种子，手金刚，手金刚，金刚手。这个我们年纪大的人呢，这个记忆力都不太好。我只有佛法稍微能够记得住，其他我都记不住。啊，这里跟大家讲。有四位老太太啊打麻将，那么一位啊就是去上了厕所，一位上厕所，然后他上了厕所以后就忘掉自己在打牌，就直接回家了。另外三个老太太呢等了老半天，就想说啊，他上厕所到底去了哪里？啊，正要说，他们就讲说啊，我们打个电话 call 他这样子啊。结果这三个老太婆啊，想不起他到底是谁。这个很惨，这可能是我未来的写照。哎，师尊也是很容易这个忘掉很多事情，奇怪，我就是佛法忘不掉，结果什么都忘掉。这个麻烦，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我常常忘掉啊，这个吃维他命，每天医生给我要吃什么维他命。啊，经常呢，这个我知道，我饭后啊，早餐以后我就吃维他命。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吃维他命，然后吃完了，我搞不清楚我有没有吃维他命，啊，饭都吃完了，然后还问说，问这个莲香上师啊，你刚刚有没有看我去拿维他命吃，就问他，我就问他，他呢就讲说，他也没有注意到，那我到底吃了没有？我就不清楚。那很多同门呐、啊，一听到这个，马上拿那个买那个，跟我讲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要写一个牌子，吃过了。跟还吃过了，还有还没有吃，就放在那里，啊，放在那里。你吃过了，你就把它转过来，说已经吃过了。只要吃过了，你就给它翻转过来。然后我回答同门就讲说，哎，但是我忘掉，我会忘掉把它翻过来。到时候很多同门啊，哇，去给我买了，你知道吗？买那个 Sunday 啊，一直到那个啊 Monday， 一直到那个 Sunday 的啊 ，Monday 一直到 Sunday 的那个药盒，哇，你知道有多少人给我买吗？我已经有十几个药盒子。十几个药盒子，哇，一大堆药盒子，我这药盒子不知道放哪里。十几个药盒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忘掉，说怎么样，到底我的那个维他命是放在哪一个药盒子？有十几个药盒，所以这人的记忆力哦，这个年纪大一点。我们讲过嘛，这个50岁就老当益壮啊，老当益壮。60岁就血压向上，
七十岁是偶尔遗忘啊，师尊是不是偶尔遗忘哦？是大部分遗忘，是大部分遗忘，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不过佛法还好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传承我记得很清楚。像这个图登达尔吉的传承啊，很简单，蒙古的甘珠佛佛是图登达尔吉的最上面的，然后甘珠佛佛传法给图登尼玛，清朝满清时代有一个图登尼玛，他到满清的时候翻译了很多经典，还编辑了很多经典，就是图登尼玛。图登尼玛传法给图登达利啊，图登达利，这个图登达利呢就传法给图登达尔吉，就是图登达吉。图登达吉呢就传法给图登奇摩，那我的法号在图登派是图登奇摩啊。那么现在师尊也有这个图登派的一个传人，就是把这个将来教他教授他秘法，就是图登西地啊，图登西地就是这样子一个传承下来啊。有外面的人讲说啊，卢生也没有传承，哎，那好黑的没有传承，会不会骗笑一个？对不对？没有传承才是骗人的。啊，师尊是有传承的，甘珠佛佛、图登尼玛、图登达利、图登达吉、图登奇摩、图登西地，怎么会没有传承呢？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传承都要记得很清楚啊！你们将来出去，你说你的师父是谁啊？然后我的师父就是这样子传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图登派就有这样子的传承，甚至还有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的传承，还有德松仁波切，就是那个德松仁波切。就是沙迦正空上师，就德松仁波切。我们还有普方上师的传承啊，还有普方上师的传承，还有这个，还有了明和尚的传承呢啊。我以前学红教的宁玛派的法的时候，大圆满法也是有他的传承，了明和尚的传承，他是属于这个红教罗那上师的传承，红教罗那上师的传承到这个了明和尚到师尊这样子。所以这个话是随便大家讲，这个外面的人呢都是随便大家随口胡扯啊，我们不要听随口胡扯，我们听师尊的啊，你们都是有传承的。这金刚手菩萨呢，可以讲他就是阿达尔玛佛普贤王如来的第一个传承，大圆满法的第一个祖师就是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金刚萨埵、金刚心代表了整个密教的祖师，密教祖师是由他们传下来，这个就是传承啊。它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像当一个女人讲说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是说没有新衣服可以穿，而不是他真的没有衣服可以穿。真的没有衣服可以穿，那就完蛋了，那妨害弘化了，对不对？没有衣服可以穿，不是妨害弘化吗？他是没有新的衣服可以穿，
当一个男人讲说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讲说没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这个就是有意义啊，有他的意思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要讲金刚锁菩萨，就是要讲他的意义，他的主要的意义出来。他就是菩提心，就是总持，就是他的传的所有的法，传所有密教的法，是这样子讲的。我这样子讲啊，当初释迦牟尼佛给我受记，而以受记相合一的，也就是金刚锁菩萨，也就是金刚锁菩萨得最胜的秘密义。当初世尊言及时讲，我从今起不在人间示现。过了28年之后，在33天的地方，有很殊胜的圣教将兴起来，这是大圆满之法的弘扬，在南胆部洲的东方一隅，也有一国将传大圆满法。这楞伽传法的主人，就是金刚锁菩萨的化现。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他的受记。当初释迦牟尼佛也给师尊受记啊。其实释迦牟尼佛给每一个弟子都受记。当啊，佛在这个燃灯佛的时候啊，因为他以这个青色的莲花去供养燃灯佛，燃灯佛就给他受记，你将来成佛哦，就叫释迦牟尼佛，就叫释迦牟尼佛。是燃灯佛给这个那时候叫善慧童子，他叫那时候佛那时候叫善慧童子，他给善慧童子受记，说你将来成佛就叫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给所有的弟子受记的，那他给这个舍利佛受记，你将来成佛就是华光佛，华光佛给舍利佛受记就是华光佛。那么给这个给那个叛变他的啊，就将后来叛变的提婆达多给叛变也给他受记，你将来成佛叫天王如来，也就是天王佛，天王佛。哎，奇怪了，怎么叛变的也受记成为天王佛？大家都搞不清楚。这个释迦牟尼佛有八大王子出家跟着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是他的啊，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最好的，可以讲是从弟。我们称什么叫从弟啊？是他的弟弟，也就是我们讲了好像同辈分的，像净饭王、白饭王，这个没有办法，他们为什么要称为饭呢？因为古在天土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叫净饭王啊，净干净的净，这个饭啊，西方只是那个饭呢 啊这个净饭王。哦，金方翁翁翁，不是狗在叫吗？翁
旺旺，净幻旺，啊，净幻旺啊 ，OK， 啊，他的几个兄弟就白饭王，啊，你看，来一碗白饭吧，白饭王，还有什么王什么王都叫饭王，对不对？啊、其中有八个王子出家，其中就有提婆达多，那是他的同胞弟弟吧，哦，也算是弟弟重弟嘛。他本来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侍奉释迦牟尼很久，但是他为了争取这个僧团的领导权，他说释迦牟尼佛你老了，You are older, I'm young. 啊，你应该换我做啦。啊，提婆达多就有那个骄傲的心呢、啊。释迦牟尼佛这个穿的袈裟，他就拿起来穿；他的法座，他也爬上去坐。就是提婆达多这样子，到最后就变成这样。本来是他的侍者，既然穿他的衣服，坐他的法座。那当然这变成僧团就分裂，一个由是释迦牟尼佛领导，一个就是由提婆达多领导，那提婆达多就把僧团里面闹分裂，就反叛释迦牟尼佛了。说这个这样子反叛的人也可以受记成为天王佛吗？我告诉大家，不错，可以的。哎，你们听的都很奇怪，莫名其妙，为什么这反叛的弟子也可以受记成佛？因为我们人本来他有他的秘密意在里面呢、啊。我们人本来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有他的秘密意，本来就是佛。你在人间啊，就是一种现象，你要修行，那不管你是上升下降，你本来的佛性还在啊，你本来就是佛。没有错的。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一个叛徒你也给他受记成为天王佛呢？是没有错的，只是他会比较晚成佛而已，有的比较早，有的比较晚，所谓自作自受就是在这里。自作自受，你自己做了什么你就要受那些苦。你这个你反叛释迦牟尼佛下了地狱，你就是要受地狱之苦，那么地狱之苦受完了，你再重新再来再修行，你照样可以成佛。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啊，当初呢我到了这个 California 的这个微光雷藏寺，我那时候也讲了一句话，这个微光这两个字非常好啊，微光佛，那时候就把微光佛呢，微光如来就给了这个莲界上师啊，他就认为他是微光如来啊，微光如来当然很伟大，给他这样子对不对？对，告诉你这里面有秘密意。他虽然这一世这样子会自受啊，自作自受，也要受一些苦难，将来也要受一些苦难，但是他说不定他从苦难当中啊体会到了佛性，最后又好好的修出佛性，将来成佛还是微光佛啊。这样大家了解吗？哦，所以没有错，所以释迦牟尼佛给这个提婆达多受记
将来成为天王如来。莲生活佛给这个莲界上师授记，将来成为微光如来，这是可以的，并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只是你做了什么业，就受了什么样子的业报。那将来你这个，当你的菩提心看到自己的佛性的时候，你就近成佛，这就是秘密意啊，如来的秘密意是在这里面的。这个可能是只有懂这个华语的普通话的才听得懂啊。一个来自中国的美国大学生问，在你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是练武功比其他的事情都重要？这个华人他就回答，没有啊，到底怎么了？他说，那位美国大学生说，每一次我约这个姑娘吃饭，他们都会回答，等我有功夫了再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误会啊，这是一个误会，等我有功夫了再去啊，等我有功夫了再去。其实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功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佛。所以你在轮回当中，不管你轮回的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哦，释迦牟尼佛也不是一世成佛，他经过了500世的菩萨修行，500世的菩萨修行，释迦牟尼佛到最后才成佛的。他这个500世当中啊，他下过地狱，他在地狱道待过，在畜生道也待过，这两个道我们最常见。释迦牟尼佛曾经进过地狱的，啊，堕落到地狱去。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做过畜生，我们讲的畜生就是动物了，就是野兽。你说象王也是释迦牟尼佛，他当过象。释迦牟尼佛也当过猴子 ，monkey， 他当过猴子的。释迦牟尼佛也当过鹿，鹿啊，这个鹿啊，是在我们华人来讲最好，他的脚那是鹿。六种啊，六种啊，啊，这个一个耳朵上面一个草字头，鹿茸是吧？啊，鹿茸，那是很补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两样东西，一个龟鹿二仙胶，龟就是龟板。它是很寒很寒的东西，鹿就是鹿茸，就是很热很热的东西，两个合起来就叫龟鹿二仙胶。你看嘛，总持印，一个寒一个热，都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总持了。一个阴一个阳，一个西弥山分成阴阳，一个就是阴的龟板，
一个是阳的，就是鹿茸，两个合起来，男生吃的三分之二是鹿茸，三分之一是龟板，女性吃的三分之二是龟板，三分之一是鹿茸。有没有这样子分啊？周医师、周恒医师，是不是差不多了哈？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就是这样子分的。真的是很奇怪的，这个阴阳、寒热、天地之间的造化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天地之间的造化，白天晚上就是阴阳啊，阳就是白天啊，阴就是晚上啊。所以你晚上碰到鬼啊，你吓死我了，那鬼讲说你才吓我了，鬼说你才吓我嘞，啊，你晚上你人白天的，你晚上出来干什么？你不是吓我们吓鬼吗？对不对？我们鬼晚上出来是正当的，对不对？你人晚白天出来是正当的，你现在人也站到晚上的时间，你也跑出来三更半夜，你是夜猫子，到处跑来跑去，把我们这些鬼都吓得不敢出来。所以鬼啊，这个人是侵犯鬼，不是鬼侵犯人。真讲实在话，那个鬼对我讲，现在你们人类啊，老是侵犯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盘都被侵犯光了，把我们的坟场全部通通迁走，盖成大楼都变成你们在睡觉，我们哪里去睡觉？我们没地方睡了。那些鬼哦，都说我们这些人太坏了，他们心地才是好的。这个有秘密意在里面啊。哎，一个姑娘情绪很低落，说自己经常被人嘲笑长得太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啊，这个我就对他讲，生活难免啊，会有这样子的障碍。面对嘲讽与挫折，不要沮丧，要活出精彩，才是对嘲讽最好的反击。有时候你要蹲下来想一想啊。他点一点头，擦一擦泪。啊，要蹲下来想一想，没想到蹲不下去，还是太胖了。这个恐龙妹也是很吓人的。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的，在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谈有钱没钱讨一个老婆好过年，就在这吃年年饭的时候啊，有钱没钱讨一个老婆好过年。那旁边有一个小姐就跟，那我嫁给你好了。那个人一看，原来是恐龙妹，哎呀，他就讲，我今年不过年了。这个也是一个笑话，是吧？恐龙妹实际是很吓人的，那大家要注意啦，啊，我们要记得要运动 ，exercise， 每个人都要运动。把自己的肌肉练结实，啊，身体健康，那不要吃的太多，刚好就可以，然后要把热能啊降低，要多运动，把剩余的这个热能给它挥发掉，给它蒸发掉，啊，你就永远的青春美貌，像师母一样啊。这个如来的
如来的第一位法王子就是金刚手菩萨，也就是一切如来毕命的真上主宰。真上主宰，真上主宰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本身能够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加持我们，让我们的智慧增长，让我们的法力也增长，让我们的菩提心跟 慈悲心一直在增长，这是最重要的。你这个慈悲心生出来不得了，你已经有了这个修法的基础，你再加上这个无上的智慧给你，你一下子你就开悟了，你按照这个法力法去修行，就产生力量，力量你就看到自己的佛性，直接就可以成佛，那个是最重要的啊、哦！这个是，所以它是真上的主宰，往上面走的，不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到地狱道去了，到了畜生道了，到了恶鬼道去了。修行很困难，释迦牟尼佛的本生经里面写了很多，他行菩萨行的时候啊，也曾经在畜生道，也曾经在地狱道，但是他最终他还是成佛。那么这个力量谁给他的呢？就是真上往上走的那一种力量，往上面走的那一种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真上的主宰也正是执金刚秘密主的大权示现。这个执金刚秘密主的意思就是讲他本身执掌了所有的秘密义，金刚手菩萨执掌了所有的秘密义，他将所有的秘法传授给大家啊，大家依照秘法去修行，就将来会得到他那个秘密义。其实我秘密义已经讲了，大家都是佛，将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舍利佛跟舍利佛讲说，你将来成佛就是华光佛。那么在这一世他又给我了一个啊、哦，这一世他又给我一个华光自在佛，还是华光佛了，因为佛本身来讲就是自在了，自在是多出来的两个字了，佛如来本身就是自在，所以还是华光佛，华光自在佛还是华光佛，是一样的。所以我转世，我讲啊，这个当初的这个声闻圣里面当中的智慧第一就是舍利佛，智慧第一就是舍利佛，在这个大圣的啊智慧第一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声闻圣的智慧第一就是舍利佛。就是舍利佛，那么师尊是舍利佛的转世啊，舍利佛的转了很多世的转世。那你看嘛，这个很多很奥妙的事情，师尊也都知道，秘密义也都知道。啊，知道而能行，就是修行。知道而能够行他的秘密义，就是修行啊，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以这个笑话作为一个今天所讲的这个结束啊。最近这个毒淀粉跟毒油的事件充斥，
台湾有所谓的这个啊油哈、哦，是那个烧水油啊，还有地沟油去提炼，然后再给人吃的，这个是属于毒油事件，还有毒淀粉。毒淀粉大家也知道吧？哦，那里面也有淀粉，也是有毒的。那么有个美女呢，去小吃店吃包子，这个老板呢端上来以后啊，他就从包包里面掏出一根银针，那个银啊有毒没有毒？那个银针啊是可以。银针这样子扎了下去，竟然发现银针前面前端全部变成黑色的，他就惊呼啊，老板包子有毒啊！满餐厅的客人全部鸦雀无声，都很安静的在听老板怎么回答。这时候老板走上前就大声的讲这个不好听的话，这是骂人的。他说：“叉叉叉，啊啊，叉叉叉，这是黑芝麻包啦。”啊，他的那个包子是包黑芝麻的，叉下去当然是黑色的啦。我用这个来做总结的意思，就是跟大家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的，不管你现在是属于清净的身体，或者是有毒的身体。哎，怎么把我们当成有毒的？师尊怎么把我们当成有毒？我是说，你们业障重的，就是有毒的。你修得非常清净的，就是没有毒的。你修的业障还是很重啊，业障还是满身啊，这个犯了、啊、什么这个杀盗淫妄酒啊，这个种种的戒你都犯了，什么戒律你都犯了，那你这个身体是有毒的啦。你没有修得很清净。不管你是毒包子也好，清净的包子也好，没有毒的也好，将来它的秘密意都是将来都会成佛。但是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本身的业障慢慢给它清除掉，你业障只要一清除掉，身口意全部清净了，你自然就成佛了。啊，密教的总持啊，其实很简单，只教你把所有的业变成清净。他说我们不是《真佛经》里面不是讲到吗？身清净，口清净，意念清净，你身口意全部清净，你自然无念，无念就可以成佛。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唱圣主就位。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9月28日星期日下午3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主坛大白伞盖佛母护摩法会赐授大白伞盖佛母法及环境法灌顶，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西雅图雷藏寺将在2015年乙未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初十星期六下午2点举行新春祈福法会，法会地点在西雅图雷藏寺，欢迎大家踊跃护持报名参加法会，同沾法喜，共沐佛光。详情请参看中委会网站 tbsn.org 或西雅图雷藏寺网站 tbsseattle.org 查询。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道坛承前长跪，恭请圣尊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唵古莲生西地红，古莲生西地红，唵古莲生西地红，唵古莲生西地红，唵古莲生西地红。
子不弘，故人生死地弘。弘故人生死地弘。弘故人生死地弘。安苦人生喜不红，苦人生喜不红，安苦人生喜不红，安苦生死地弘，弘故人生死地弘，故人生死地弘，弘故人生死地弘。安故人生死地弘，安故人生死地弘，故人生死地弘，安故。是的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 Hum。二拜诸菩萨。Om Ah Hum。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Ah Hum。 四平等一起手，同心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谢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